早就上班，很早就下班了，开心。拜拜。哦，有车。噔噔噔，热狗。超好吃。我不是说什么。哇。No, I won't stop. It is my time. Then you know it's Christmas. Snow starts to fall. Then you know it's Christmas for the children above all.Then you know it's Christmas. The Santa's on his way. We'll stand under a mistletoe. Then it's Christmas Day. The joyful times we witness forever stays with us. Soon Rudolph hears his whistle.And gathers all his friends When Santa and his missus Wraps the final gift You know it's time for Christmas For each and every嗨，我刚刚把今天晚上要吃的牛腱给卤了，然后现在要准备出门一趟去 Home Sense， 要开始布置家里的圣诞节气氛了，所以我想说去买一些东西布置一下。今天穿这样子 ，Shellen 一月的新品套装真的是最方便、最不用思考的。虽然这件是全黑的，但是有很多小细节在里面，像这个袖子上的大扣扣，还有侧边的小开叉，跟稍微有点喇叭造型的裤子。非常收拾腿型，如果再配一条围巾，这样就很好看了。好啦，走，出门，噔噔噔。今天早上在规划我整个12月的行程，尤其现在每天事情都比较多，真的会需要好好的规划一下时间。然后规划好之后，心理压力也减轻很多。
壳丢在这里。我都放没。妈妈在吃呢，吃吃喽。我在打电话。来，爸爸帮你转。我不够。今天的晚。不用谢谢。今天的晚餐。今天的晚，今天的晚餐。开动。汤匙。什么？很好吃。用汤匙。用汤匙。下次要小心，知道吗？哇，这蛤蜊也太胖了吧！你看，超胖的蛤蜊，你要吃吗？要。好了。哈哈。你看，南瓜。我大家看。看什么？大家。在这里啊。我不喜欢它呀，在这边呢。那妈咪拿走喽。在这边嘛。在前面是不是？对。靠近的。靠近。不行。宝宝打坐停电的头了。啊！对。要怎么说？谢谢。是你一开始要怎么说？请帮我拿拿水。对，好。现在是晚上8:30，停电刚刚8点就去睡觉了。今天特别早，因为他下午没有乖乖睡午觉，所以他刚到7点多的时候已经非常想睡了，然后已经有点欢了。所以今天很早就下班了，开心。哎，也没有算真的下班嘛，因为等一下晚上10点还要开一个会。就其实他睡觉之后呢，很多跟台湾联系的工作才会开始，因为时间才对得上。所以等一下10点要开会，但是我现在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先休息一下。现在要来看最近讨论度很高，然后又刚结局的《宁安如梦》。我跟你说，里面的那个。张哲就是演员王星月，超可爱。因为我刚看完他的《唯有暗香来》，我才发现他居然才20岁，20出头，但他演技非常好。Good morning， 今天说 Good morning。我们现在去上跳舞课，对不对？出发。我们今天乖乖上完跳舞课之后，买什么东西吃？我自己吃。甜甜圈自己吃啊？好，那你要乖乖上课哦。但是你吃不完。你吃不完啊？爸爸吃不完。爸爸吃不完？那甜甜吃得完是不是？甜甜吃得完。甜甜吃得完啊？这么厉害，只有我吃不完。专心开车，待会见。哎，我们帽子要先戴好，等会上课再脱。外面很冷，我不要关起来哦。你不要靠起来吗？靠起来，这样子保护脖子。我们要放下去上跳舞课。对，来手进来。拜拜。1、2、3，咻。来，选手走，去上课，这边。现在要去。那个上舞课，上舞课。还有嘟嘟，你喜欢上跳舞课？
那老师今天上课是不是要乖乖听课？嗯。饿。你肚子饿啊？我们下课再吃好不好？爸爸，我走不了了。好了，一二三。哦，堵车。哎，我们到上课地方了。Morning， 你有没有期待？还好，怎么了？怎么傲嘟嘟？走。我撞到头。不会撞到头。往前，你看大家已经开始要上课了。走。还没的。啊。我们现在下课了，要去买菜。来，先给你点心。好，那我们要出发了，好不好？Excuse me, hi. Do you guys sell maple sugar? Maple sugar? Yeah, I have a list actually. Brown sugar and nutmeg.Powdered, right? Powdered. Yeah. This is the powder. Yeah, powdered one. Perfect. Perfect. Thank you. 好，来到了，走。爸爸给你。好好，谢谢。我一只手。一只手不够，一只手没有办法吃，是不是？好，谢谢你帮忙。这个买好 cheese 的。既然我肚子饿了，然后来买午餐，我吃这家。食物快好了，你是想睡觉了，宝贝。Oh, thank you. 我要去买甜甜圈，因为我答应这个小丫头今天在车上要给她吃。不过，她好像快睡着了，是累累了。哦。减税。追追病。小恐大神，我们要回家了，要去甜甜圈喽！拜拜。Ready? Go. 好了，加油。甜甜圈我还想吃吗？不可以，就只有一块。为什么？听爸爸，就这一块哦，吃完就没了。嗯，好大哦。嗯，是不是好大？嗯。像爸爸答应的一样，是不是？慢慢吃哦。好了，宝贝，吃到甜甜圈开心吗？好，那我们要回家咯，好不好？八吉，八吉超喜欢陪我在办公室，就躺在我屁股这里。结果，佳佳结果。我昨天不是说我在整理我整个十二月的计划吗？我就是写在这个小本本里面。这是 Jasmine 设计的2024手账本，然后他们的公司叫 21.5。今天早上还整理了明天要跟甜点拍的新计划，明天要第一次一起做 Cinnamon Rolls。然后我刚刚把食谱研究了一下。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跟甜点一起做一些小料理，他也很喜欢。我觉得在我们在家至少不会干等盐。然后时间也会过比较快，我想说那不然我们试试看把它录下来，如果妈妈们想在家里跟小孩们一起手动做一些料理的话，也可以给你们一点灵感，不知道，就也就是好玩的。刚刚 Kevin 带了我的午餐回来，今天吃 pita wrap， 超香，还有 JJB 咖啡。刚刚都在整理这些东西，所以现在可以来一个 lunch break。 吃完午餐之后今天要继续接影片啊，我可能还要去 Safeway 一趟耶，嗯，还是明天再去。哦，今天好懒得出门哦，我等一下再看心情好了。昨天已经出门去一趟 Home Sense， 我今天真的不想再出门了。我刚刚才发现已经下午一点了，一点多了。
昨天的卤牛腱，第二天的吃法可以完全不一样。娟妈教我，就是把洋葱跟番茄炒一炒之后呢，把昨天的汤滤到这个新锅里面，这些渣渣就是卤包啊、姜片，还有放的花椒、八角这些全部都滤掉，这样喝的汤就可以很干净。多了洋葱跟番茄去提味，我今天还有多加红萝卜，这样更多营养。这时候的牛腱应该已经很软很入味了，放了一个晚上之后，今天还有再卤一下下。牛肉面完成，噔噔噔。你们吃红萝卜？我先不用，等一下我再吃。好。我要看着那个影片，可以吗？这样子吗？嘴巴合起来，不巴扎巴扎。我要给姐姐姐他们看。你要给姐姐他们看啊？要拿拜拜。拜拜，因为我不舍得，我还要再吃。可是他们都没有看到你吃肉哎，你可以吃给他们看吗？太小块了吧？看不到，看不到肉了。热狗。Good job. Good job. 肉肉。好，大家现在晚上10:30，甜点已经睡着了。我刚刚边喝了一点白酒。这个是 Jalapeno Cheddar Cheetos， 超好吃，就是辣辣咸咸的那样子。剪完一支 Reel 了，可能要明天才有时间再剪影片，因为我现在要先来腌我的猪排。我明天想要炸猪排，我在网络上找到新的方式可以腌猪排的，然后炸出来感觉会蛮好吃的，所以我想要试试看。我这里有6片里脊肉，我在肉摊直接请他们切好的，现在要先用叉子戳戳戳，让它酱汁可以入味。接下来把大概1-2片放进袋子里，好像放不下3片哎。锤子把它筋路拍断，吃起来就不会硬邦邦的。装袋子是为了让它不要喷的到处都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卫生，它就会全部就是很干净。突然想到，超大声哎，会不会吵醒甜甜？你帮我把门关起来好了。希望不会吵醒甜点。腌个猪排感觉很像在动手术。我把它装进原本的塑胶袋里面，要来调味。蒜蓉、盐巴、胡椒粉、五香粉、糖、酱油。看得出来我非常的随意。2颗生鸡蛋，好，那就放冰箱到隔夜，明天拿出来直接炸。炸之前就不用再裹粉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大家，我要炸猪排了，你们可能会被喷到油哦。要炸2次，先用中火。现在转大火，要给他们炸第二次。宝贝，
这边很危险，先不要过来哦。妈咪，那我先拿个苹果。今天的晚餐简单吃，炸排骨，腌小黄瓜。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好吃。好吃吗？你的嘴巴都是 yogurt。好，来。Thank you。开动。开动。嗯，我觉得这个炸排骨的方式很方便哎，而且还蛮台湾味的。关这个，因为刚刚甜甜要吃，我不敢撒太多这个盐酥鸡椒盐粉。我要这个，你要吗？要。啊！完蛋，很多，太多了，超好吃。其实他逼我讲一下，我刚被他加爆。爸爸好，你自己评评你的良心。爸爸好吃吗？重新说一次。好好吃哦，好好吃。有家暴吗？没有。没有。你少在那边给我露出那个表情。你自己说，那 OK 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哎，他趁我睡觉的时候打我。早安。我今天早上洗了个头，化了个妆，我发现这样心情还蛮好的，但是因为我等一下要拍 reel， 先准备好，我吃个午餐之后就可以直接开拍，比较省时间。开门刚刚煮的鸡肉意大利面，再配一杯咖啡。吃饭的时候就来看个《临安如梦》，我现在看到23集 ，vlog 上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看完了。他今天做白酱意大利面，好好吃哦。如果你们也有看《临安如梦》，你们是谢伟派还是张哲派？我到20几集之前都是张哲，然后我终于等到张哲出场，他戏份少的有点可怜。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王心月嘛，但是到20几集之后发现谢伟好像，就是他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也好像还不错。然后张哲在里面就是一个读书人。Anyways， 我在犯花痴，不要理我。饭后点心是我们跟甜甜一起做的肉桂卷，我们有拍成一个小短片，你们可以去看看。我的 reel 拍到一半，手机没电了，刚好，那不然我先来煮晚餐。今天晚餐要煮米粉汤。配猪肝莲跟油豆腐，我上次煮了一次，然后有一点小心得，所以我觉得第二次煮起来应该会再更顺手一点。我是在国华买到这个普里的米粉，它是粗版最粗版的，它原本是硬的嘛，然后我刚泡了水，已经软化了，等一下稍微剪一刀，在煮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断掉。还有去买这种熬高汤的大骨头，已经去完血水了。姜片是等一下丢进高汤去腥的。芹菜切末，最后撒到汤上面装饰跟提味用的。我超意外，温哥华居然买得到猪肝莲，长这样子。我一样是在肉摊买到的，就请他们帮我从冷冻柜拿出来。盐巴，我想要加一点鸡粉，因为我平常做饭不太加鸡粉，就是我上次煮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少一点点味道，所以就特地去买了鸡粉，想说这一次加看看会不会提味。油葱酥不能少，胡椒粉我晚一点再加好了，就这样先给它熬。我在想。大概熬1个小时左右，回去继续拍 reels。
刚刚试吃了一块猪肝莲，觉得已经软了，入味了。我把姜跟多放的鸡骨头也拿出来了，要把一些浮在上面的油也捞出来。现在可以放油豆腐下去，油豆腐煮一下之后就可以放米粉，然后加白胡椒。米粉放下去，我上次好像煮大概30-40分钟，它就膨胀又自己断掉。但主要还是要看米粉自己的状态比较准，时间是参考的。而且我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专业，我就只是自己在家煮好玩解解馋的。所以如果你们比我更会煮米粉汤，请你们再留言教我一些小撇步。汤变白了，我觉得面看起来也熟了，也烂了，断了。好，可以吃晚餐咯。嘴边肉跟油豆腐。哦，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哦。哇，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哦，谢谢。哇，今天真的有路边摊的感觉。哦。怎么样？第二次喝起来。把油捞掉差很多耶，油真的要捞出来，它的汤才会变成白色的。哦，很好吃耶，自己说，我觉得比第一次成功很多耶。成功真的很多，第二次就等于完全成功了，因为第一次还没有经验。对，我觉得这个面好吃吗？那妈妈帮你吃。No。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好吃。这有油脂，如果滴的话，姐姐就洗洗，然后我用干净。哎、欸，我觉得这一次的汤头颜色很对耶。不要跟我讲话。你很夸张。我在想什么？爸爸不行，这样子用。对。不行，这样子。吃光光，他们还吃了两碗。最后一瓶夏威夷。我们今天的饭后活动是要来组装圣诞树。甜甜开不开心？开心。有没有好开心？好开心。他已经快睡着了。我在专心的找。你在专心的找什么？帮我们这个球球吗？这是我那天去 Home Sense 找到的，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太晚去了，所以他们剩下的东西不多，我就只有找到这几个，我觉得拼凑起来可能还算 OK 的。我记得11月去 Home Sense 的时候，超多不同大小的有亮片的这种，可是我那时候想说晚一点再来买，结果啊，很多亮片是不是？结果上次去的时候几乎都被买光了。没关系，今年就先买这些，明年再慢慢收集不一样的。有没有很希望自己180？ Hey, no, that's not nice. Are you ready?
哇！为什么这里有一些湿的？今天要去做手跟脚指甲，换一个圣诞节款式。然后因为要做脚，所以穿长裙比较方便，这样就不用撩裤子了。这条裙子超软超舒服，很像穿着一条棉被出门的感觉。十二月一定要做酒红色，这一次做雾面的，觉得很有质感。要脱外套是不是？好，要脱外套吗？现在好不好？要先脱着吗？嗯。要先脱哈，好，我们脱的。漂亮！这个圣诞灯是在 Van Dusen Garden， 是一个很漂亮的花园。然后他们常会因应不同的季节跟节庆去做装饰跟布置，你就可以买票进来看。这是什么？给爸爸看。哦，亮灯。亮灯，有没有好漂亮？你要不要吃甜甜圈？要。那爸爸现在在做什么呢？他在排队。OK， 甜甜要不要坐着吃 donut？Yeah. 我给你，我拿这给你。我拿这给我大大。嗯，好香哦，来拿一个。好软的。好，你喂爸爸一个。哇，喂爸爸一个。Thank you. 嗯，好好吃。好吃，那你拿一个。我拿好多。你拿一个，先吃一个。不要一直吃糖了。快拿一个。妈咪，爸爸。嗯。爸爸，我吃完还小。好好好。Merry Christmas, baby. Reindeer's coming out to play. Santa Claus is packing the presents, making sure you've been behaving okay. Merry Christmas, honey. Yeah. The snowman's dusting off.